大概12跟13哈，其实还蛮像的，只是一个颠倒，一个正的，一个负的啊，就是颠倒的哈。那写法不外乎当然 for i， 这应该有 for i for j 哈。然后呢，当然我们总共假设有12列的话，哎，那你要怎么样刚好可以一个 i 一个 j 回圈，让它可以第一个印一个星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哎，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基本题。其实无论你哪一个程式语言啊，也有可能都差不多的，只是让你训练去了解，尤其回圈将来你要输出的时候有哪一些地方要掌握。当然第一个，其实外回圈通常是决定它的列，这个横向的列。那内回圈 J 的部分呢，是决定它输出几颗星。那这个地方你该怎么样去做，那这两题是接近的。那后面当然也还有两题稍微比较复杂，剪刀石头布。这个剪刀石头布就是可能你要先怎样，先用 random 先跑出123。不过呢，其实它 random 的时候呢，通常会跑就是当你要在阵列里面，那阵列里面我们上个礼拜讲有它会从0开始。可是有时候很麻烦是，如果从0开始，那你本来是 123， 那你又要再减比如说再减 1， 或者有时候要加 1， 齁，所以麻烦。所以我有的时候习惯怎样，我干脆齁 ,0 的地方空下来好了，给它一个空字串，我0就跳过，石头就放 1,2,3， 有时候会比较好抓一点，可能每个人个人习惯不一样齁。那我就可以怎么样，这个地方的逻辑上就是第一个，我们进来之后让使用者输入一个剪刀石头布，然后呢你也去产生一个剪刀石头布。再来就是说要判断什么呢，到底它是输还是赢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再做一个逻辑判断。那我的判断逻辑也好，我看了好几，就是那个刚刚跟各位讲过那个书里面它用的逻辑非常复杂，后来用个简单的复杂，反正我就判断那个什么，判断我赢还是我输。如果我赢了，那反之就是我输了。所以呢，我就判断如果我赢的话，那基本上当然就是我出石头的时候，他如果出剪刀，那他就输了嘛。那如果说我出剪刀，类似这样的，反正就是把那几种逻辑都判断完，剩下来的也许你可以判断赢的，反之就是输了。OK。那这个地方等一下会来看啊，几月这个就是一个，也是一个阵列，所以也是上个礼拜类似的概念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这个印出星号的部分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大概，反正就再增加一个按钮。这个刚好像有个，OK， 好，这个是星期几月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印出星号。那里面程式部分的话呢，一起来看一下，这个是第12，所以程式部分的话呢，第一个当然一样，我们先建一个按钮，然后呢是第12。那我刚刚讲过了，这个地方的话基本上它还正向的，假设说我今天希望从上到下，所以你一样怎么样 for 一定外面是 for i 的话一定是从 1， 那总共有2,4,6,8,10,1212列，所以 I 一定是12。那星号的话从一颗星到12颗星，所以呢我程式撰写的方法，基本上呢一定也是宣告两个变数，跟刚刚一样也是宣告一个 message。 那初始值特别重要，这个地方除了宣告，我建议你还是要给它初始值，因为如果你没有给它初始值的话，它会先输出的时候，会有个 undefined， 就是会没有定义了，所以通常 JavaScript 会先给一个初始值。那回圈的部分，外面回圈是决定到底有几列，所以基本上反正 for i 等于 1， 当它小于等于12的时候，那 i 加加步进这个地方它的后这个刮弧。再来的话我要输出什么几颗星，那几颗星的话呢，基本上呢你可以什么让它跑几次。那跑几次的话，跟什么因为我第一次一定是跑一颗星，第二次跑两颗星，那这个跟什么关系，其实跟 i 有点关系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，关键在这里，初始值一样 j 等于1，那当什么时候会进入回圈，
当 J 哈小于等于 I 的时候，哎，小于等于 I， 那什么？比如说它第一个 I 如果等于1的时候，那它会跑几次呢？进来第一次会等于会的哈，因为它 I J 等于 I， 所以会进到这边，那会输出一颗星，这个地方是输出几颗星？输出一颗星，再来有没有？进来 J 变2了，所以不会进去，所以第一次一定输入一颗星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哎，后面一定会有一个换行哦，一样跟那个刚刚的那个Java 那个99乘法法一样，第一次输入一颗星，那再来哎跳离了，所以有一个换行，所以这个时候一定会输入一颗星的。那再来两颗星回来 ，I 等于什么？等于是加加嘛，所以 I 变成2了。2之后的话呢，那 J 一样等于从1开始。当它等于1的时候呢，会进来，所以会先画一颗星。那再来，哎 ，J 会变成2了，对哈、哦。那2的时候的话呢，会不会进？因为 I 也是2嘛，所以当它小于等于等于的时候，哎，又进来，所以再画一颗星。再来变3，哎， 3的话呢，那 I 是2嘛，所以一定不会再进入，所以跳出了，对不对？跳出之后的话，那基本上有没有？你会发现刚刚好三，所以当 J 等于3，刚好跑3次，所以又1、2、3，以此类推了哈、哦。所以这样的方式的话呢，一个一个的输出，那最后的话呢，就输出12颗星了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 I 哈、哦、来决定总共输出纵向的12个列 ，J 的话是来决定什么？输出几颗星，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？哈 ，OK， 那同样的方法，哎，类似哦，请你把它反过来，正向 OK 啦，一到12，可是我要颠倒哦，刚刚第13个按钮是上面是12颗星，最下面呢是1颗星，哎，怎么做 ？OK， 反向哦，哎，越来越，这应该说越来越少，哈、哦，啊，其他当然还有一些变化题啦，一些书里面也有这样啊，比如说我希望是这样子，或者我希望的是这样子，哎不，跟这样应该是这样子，上面12颗星，下面一颗星，或者上面一颗星，下面12颗星，哎，这个地方又要怎么做？其实这个地方啊，可以想想看、啊、如果你这些都可以跨得过去啦，然后我觉得你基本上以后回圈遇到啊，今天写出来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哦。这个输出星号部分哦，反就是相颠倒的啊，颠倒列印出去。输出的话啊，假设我今天刚刚的那个三角形要把它颠倒过来的话，类似像这样啊，颠倒那个输出列印，类似像这样。那程式该如何撰写啊？特别重要，这个写法哦，没有标准答案哦。其实每个人逻辑不一样，写出来就不一样哦。怎么说呢？哈、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大概有几种写法呢？第一个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要输出类似像这样子，那我的逻辑，第一个逻辑哈、哦，比如说我可以写出这个 OK， 那一样啊，基本上哦，反正我刚刚讲过的，这个 I 是决定哦，你要跑几列，一总共13嘛。啊，不管里面几颗星啊，几颗星是由 J 来决定的。OK， 那 J 怎么决定几颗星呢？所以好，这边的话我有个方法，输出的话哈，本来是小于等于 I， 对不对哈？那可是我要输出的刚好颠倒，就是说呢哈，越来越少，所以我可以怎么样用13来减。哎，你想说13？哎，13来减，因为13减掉12刚好一颗星嘛。因为哎，等于是 I 最大是12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说我今天呢，假如说 I 等于1的时候，那我进来的时候呢，哎，要输出几颗星？13减掉1，那刚好怎样？ 12， 刚好，所以它就怎样？跑1、2、3、4，一直到12，所以刚好跑12颗星。这个地方是输出几颗星嘛？哎，先输出12颗星，在 next。I 等于多少 ？I 等于2了。那2的话呢，就变成13减掉2，那就输出，13减2，那就11，输出11颗星。再来19、8、7，最后的话 ，I 等于12的话，那刚好13减掉12，那就刚好输出1颗星，有没有？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逻辑了哈。OK。
那、啊、其实回圈比较不容易的地方，就是说，因为你要怎么样，你有点像哦，你要用你的脑，你的脑人脑去模拟电脑，所以人脑模拟电脑哦，其实是最不容易的地方。不过这个是你必须要跨过的门槛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跨过这个门槛哦，你将来在写任何程式都会用到回圈，那你就很容易卡住了，怎么写就不对。OK 哈、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哦。那所以这边的话输出哈、哦，哎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反向的一个印出来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先12，用13来减嘛，哈、哦。OK， 越来越少。好，那当然第一个这个是一种写法，写法一。可是写法二哦，其实当然还有很多种写法。第二种写法，我可不可以想说，老师，我觉得这样，我可不可以哦？我这边还是要中间还是要等于小于等于 i， 那可不可以有另外一种写法？其实也可以，怎么样呢？你可以把 i 怎么样呢？用成减减的，减减什么意思啊？越来越少，所以你初始值变成要12。当它怎么呢？什么时候进入回圈？就是当它小于等于多少？小于等于1的时候 ，OK， 该懂那个逻辑吧？哈，哎，12，再来就是11、19、87、65、43，一，哎，一的，再来就再减减，那就0了嘛。啊，0的话就跳离回圈了。OK， 所以哈、哦，它的那个数字会变成12到1。那12到1的话呢？那也就是它第一次会产生12嘛，所以12的话呢，当它就是吧，有没有12的时候，那如果追进到它从1开始嘛，那如果它是12的话，小于等于12，那不就刚好跑12次，对，那再来就减减11 19 876有没有，诶，看得出来吧、哦、所以改一下、哦、所以写法不止这几种哦，刚刚是第一种，现在是第二种，其实还有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啦，反正你该怎么写怎么写。不过前提是你要对这个好回圈的控制要熟悉，甚至啦哈、哦，这个地方也还可以改成什么？其实你不用 for 回圈，你要用 while 回圈，可不可以写得出来？一样可以写得出来。OK， 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地方哈、哦，回圈的形式不是只有 for，、哦、你可以假如啦哈、哦，你真的想要再把前面讲过的那个。while 跟 do 回圈哈，在进阶应用的话，我建议啦，你可以把这边 for 改成 do 跟 while。如果你通通可以写得出来的话，那恭喜你，你应该对于这些哈重复叙述没有问题。但如果你写不出来啦，哦，你将来当然会遇到很多的门槛，因为很多程式其实都是从这边所变化出来的哦。OK 哈，所以特别注意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输出应该是没有问题啦。如果把它执行过哈，那用减减的话 ，OK， 这边的话基本上输出啊。不过特别注意哦，你那个逻辑可能要设定正确啊。之前有同学是逻辑错了，好像大于跟小于搞不清楚，就按下去，程式宕掉了。为什么？无穷回圈，永远跑不出来。OK 哈，方向搞错的话呢，结果就有可能发生错误。哎，里面是空的，刚刚是不是还有地方没改到？看一下，诶，这个减减哈，先把它越减越少。当它，诶，这个是进入哈、哦，当它小于，诶，啊，跟应该是什么？这个要方向要改一下。当它怎么样？要大于等于一的时候，哈、哦，才会进入回圈。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改一下，大于等于一的时候，啊、哦，然后进入回圈。那这个是输出几个，如果它是12的话，那就输出12个齁，那这边把它 save 一下，我试一下，应该是这个方向改一下齁，然后再把它重整一下。OK， 输出没问题。OK， 所以特别注意齁，刚刚齁改的地方齁，大概改了几个地方齁，大概把重点提示一下。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齁这个地方我本来是加加。改成减减，本来是一跟12颠倒啊，这特别注意啊，这个地方方向改，本来是这样子，小于等于一会进入回圈，现在改成大于等于一进入回圈啊，这个地方跟前面一样，我本来是用13来减啊，现在的话改成不用用13来减，一样可以输出哈、哦，
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个地方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所以这边的话两个练习啦，一个是输出的是正向的信号，一个是反向的信号哈。